喺呢度咧，我用詩篇六十三篇一到三節咧，就用呢個發揚神屬性查經法，亦都可以回應翻隻先嘅信息，就係講到咧可以進入神強烈嘅同在。咁咧喺呢度，我哋就先都有不同嘅人講咗不同嘅點啦。我將啲總括出嚟。咁咧第一就係神係我哋嘅渴慕，即係佢會，或者我應該講第一點咧係咩咧？神係。即係佢嘅美善啊，佢嘅美好係值得我哋渴慕嘅。佢係佢嘅生命係極度美好嘅，佢裏面咧一切都美好嘅。所以咧，我哋渴慕佢嘅時候，會整個生命會改變，會填啊滿足我哋嘅生命。咁後面咧講到因你嘅慈愛比生命更好，就係神本身個本質係非常好嘅。咁咧就即係我哋生命比生命更好。我哋生命咧有好多嘢好嘅時刻，譬如我仲記得嗰陣時。我媽咪咧見到我嘅妹妹開始睇先，我嗰陣時記得佢開始做乜嘢咧？開始出聲啊，定開始企喺度？我唔知佢，我唔記得咗邊樣啦。佢即係開心到攬住我爸，好開心，好開心。即係呢啲都係人生中一件開心嘅事嚟嘅，就係我哋有啲事情好順利，或者見到生命啊，我哋會覺得好開心。但是这个经文就说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，就是神那种慈爱是比一切人生命中你最喜欢吃的东西，你最喜欢去的地方，有些人去到很远又为了吃什么。我试过在中国曾经有一次我去到的时候，刚刚有人就有结婚了，他那个是其实不是结婚，应该是将会结婚，他就摆酒请人，我是最豐富的那次的筵席，因為那些翅是一梳一梳，是一個每人一個碗仔，和下面有個火仔的，即是小小的火輕熱它的，是一梳一梳的翅，是幾梳翅在一個碗裡面的，即是我平時吃過這麼一梳梳的翅。總之整個筵席都是非常好的，即是我們去過吃過那些東西，但是吃完又怎樣呢？又是過去了。但是當時吃的而是很好，因為這些其實都是神所做的材料，但是神的愛比這些更加好。那你想到人生中，其實人生有些很好的時刻，就是我們真的會有些原因很開心，好像前即幾晚我一直寫講道的時候，哇很開心，感謝神啊，神你的屬性真的好了，即是他的同在就很強烈。那我都希望大家經常看到神的美好，整個生命就被提升，因為這個就是神的慈愛可以提升我們生命的，即是它本質。另一件事呢，就是它會吸引人去渴慕它，它一定有很好的質素，而且它會在人的裡面做工，以致人呢就會渴慕它。即是為什麼大會這麼渴慕呢？就是神在人的心中動工，以致它會渴慕它，說神啊，你是我的神，我切切尋求你，很迫切的尋求你，在干旱疲乏无水之地，很干旱的地方，我渴想你，我心切慕你。即是他会大卫会这样切慕神呢，就是神在里面做工的。而他会为什么会也都持续会切慕，因为神就会临在他身上去祝福他。即是说由这个经文我看到切慕，但他切慕两样东西带出神属性。第一就是神本质 很美好，第二就是神在人里面制造創造一種渴慕的心。咁咧，然後佢喺聖所瞻仰佢咧，為要見你嘅能力同你嘅榮耀。咁呢度俾我睇到咧，大衛係經歷過神嘅，經歷過神嘅榮耀同埋能力。到底佢聖殿睇到經歷到啲乜嘢能力咩榮耀咧？呢樣嘢我哋唔知道嘅。但係譬如我哋知道所羅門喺度聖殿嗰時咧，佢祈禱咧，佢咧就發夢，佢就見到。在夢中就見到這個即是神就將這個更大的智慧賜給他。那到底大衛的經歷呢？其實大衛和神關係比所羅門好很多的，即是他一生人都是他有犯罪，不過他一生人都是保持跟從神的。那他在聖殿他一定經歷了神的能力。那這個講真能力，即是說神本身有能力，神本身有榮耀，然後呢神可以叫人經歷到那種能力，那種榮耀又將個人改變，即是他有一種改變人的能力，這個屬性。那對於我來說有什麼體會到什麼呢？就是神很美好的，他又可以感動我們，吸引他，吸引我們去親近他之後，我們又會經歷到神的幫助。即是幾樣東西，第一他本質是很好的，第二
佢會感動人去親近佢，而親近佢嘅時候一定會得到幫助同埋祝福。咁呢幾樣嘢，我哋當我哋立嘅時候咧，我哋就可以成日諗神本質係點，佢點樣做工，做工之後我哋跟從佢又會有咩改變？而佢嘅慈愛比生命更加好嘅，即係比人生一切都更加好。我嘴唇要重讚你，重讚咧又係神賜俾我哋，因為佢有恩典，所以令到我哋重讚啦。咁我哋重讚又係神感動我哋重讚，但第一就係佢本身自己重讚，第二佢會感動人重讚，第三我哋重讚嘅時候會經歷到神嘅同在，會經歷到神嘅愛同埋幫助。好多人都話讚美神好開心喎，我初信主已經有呢個經歷啦。我初信主，我嗰陣時未有經歷聖靈充滿，但我翻去唱歌啦，翻屋企唱歌，我好中意唱，我覺得好喜樂。但我唔識得，其實當時如果繼續進入咧，就會進入神嘅同在，因為當時冇聽過呢個教導，就係話神嘅同在可以提升嘅。咁所以我哋想神嘅同在提升，大家想唔想啊？嘅時候咧，你就好似詩篇六十三篇，佢呢一篇詩篇係講到親近神嗰種渴想啊、渴慕咧，係一個好強烈嘅詩篇嚟嘅。OK， 咁我希望大家睇咩經文都可以諗下神本身有咩質素，又神點喺人生命做工。當我哋親近佢嘅時候，有咩後果？呢三樣可唔可以講得出嚟？第一，神本身有啲咩質素；第二，神點樣喺我哋裡面做工改變我哋；第三咧，當我哋親近佢嘅時候有嘅後果。嗱，大家再試下記一記啦，即係話神嘅質素啦，佢本質啦。由佢會感動人去渴慕佢啦、敬拜佢啦，或者遵從佢啦。而遵從或者親近佢嘅時候，會帶嚟嘅後果點樣喺佢生命中做更大嘅工作 ？OK， 好咁，希望大家睇咩經文都會喺裡面揾到呢啲神嘅本質，就會神啊真係好啦！我即係睇到哇，神喺我裡面做工，一路感動我，感謝神，即係神一路喺度做工。然後咧，當我做佢做工嘅時候，令到我咁感動咧，我又成個人開心咯喎！即係神會做工，令到我去親近佢。我親近嘅時候，我更加經歷到神嘅同在。